46岁的刘纯燕是中央电视台少儿节目的主持人，她的金龟子形象深受小朋友们的喜爱，整天在电视荧屏上背个金龟子外壳，好像一个快乐的小女生。刘纯燕的老公就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男主播王宁，他们二人曾被称为反差最大的情侣，还曾被误以为父女。刘纯燕和王宁是大学同学，他们在大学已经相恋。近日，刘纯燕和王宁大学时期的一张照片曝光，两人在宿舍里亲密拥抱，十分甜蜜。另外，刘纯燕女儿王逸晨的一组近照也被曝光了。刘纯燕和王宁的宝贝女儿王逸晨已经13岁了，非常可爱，和妈妈很像，两人好像姐妹一样。刘纯燕曾与女儿在《鲁豫有约》《非常近距离》等访谈节目中母女同台亮相。酷乐娱乐为您整理报道。